来个鱿鱼。又是啥也没拿着这一天。魔靠开局。先吃一个。你想保守折磨永远。没有变异好用的东西。意外之财只能给15块钱。玩帝国呀，帝国大虫子，行，挺会玩儿啊，帝国大虫子，行啊，行，上帝国。信你们一把，信你们一把。我可以肯定，帝国大虫。一个给卡莎，一个给大虫子。我先给你吧，你先吃着。一个赛恩，俩帝国就完事儿了。大虫子先给救赎还是先给龙爪呢？我想把底下这些都卖了，能赢不？都卖了得了，好像能赢。差个变异，差不少事儿呢。
不是，我觉得这帝国给大虫的好像有点浪费呀，应该给挂件儿好一点，大虫子少件装，因为大虫子不可能留到最后，大虫子肯定都是最一开始就死了，然后剩个卡莎这种的。我看东西很清楚。我为啥每回我要的东西都是一块钱的呢？先来个救赎，牙板甲，那龙牙一会儿再拿呗，那魔抗又没人要，你全是魔抗，你没看见吗？先留给他们拿一轮的魔抗。三帝国，不知道能不能赢呢，但是直接卖了。沙米拉，有点离谱吧？你瞅瞅，我刚才要拿魔抗，我们四个魔抗。还好没拿那魔抗，拿那魔抗就完了。这玩意儿上不去，这卡钱呢，挺卡钱呢。五帝国变异呀、啊。蓝刀不上，上个赛人萨米拉，然后找个卡莎，挺好。
我们先算一下怎么上啊，上个乌鸦，两黑魔，上个大虫子，再上个赛人啊，两巨象，这就五人口了啊，五人口加卡莎六人口，然后再加个沙米拉七人口，再来个蒙多八人口，哎不对，我差个蚂蚱，那蒙多可能要不上了，想想啊，首先我们先大虫子两个，赛人两个，萨米拉一个，乌鸦一个，这个卡莎一个，蚂蚱一个，五六七八，那差个变异呀、啊！我操，还得九人口能上变异，照亮前途。那得九人口能上变异，那要不就先五变异三帝国，五变异三帝国去，然后。打着打着拉到九了，再三变一五帝国就可以了。能给个大嘴不？妈了个巴！不假肚疼，这都不用想。我们开始行动吧。要喂还是要粑粑人呢？要粑粑人吧。铲子合个变异，那你得有啊。变异给谁呢？给我吃一个，哎，他是收菜了吗？才两连麦，他收个屁！我这魔抗能得啥呀？先找个大棒吧，找个大棒，卡莎都能用，先找个大棒。这救赎用处不大呀，那你没东西合呀。我们走吧。这家伙，圣盾狙神，血量有点低呀。
帝国大虫子感觉一般般，主要还是帝国卡杀。这波我拉七，第一波质量，然后我们升到八，野怪给我爆个铲，然后卡杀随便搞点装备。那卡杀这把变异卡杀随便整装备，整啥都狠。只要有帝国，这伤害就够。1%概率给我来一个，好吧？1%概率给我整个那个，整个卡莎。啥变异？斩杀变异。大剑通过了，好，蒙德医生隐晦阵挡，什么时候开杀？交给我吧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，哎呀，大嘴，大嘴我没拿呀。我需要屠戮。要不我先给萨米拉来点装备，这不有饮血剑吗？赛因肯定是得要的，要不就这样杀，差一个营口啊，要不三变异先不要了。哎，现在我有点脑袋有点晕呐。刀锋是不要的。
这卡莎行啊，能给我不？能给我不？能给我吗？能给我吗？快给我！哦，漂亮。上，今晚我觉得很想吃东西。分割法包，哎 ，beautiful。别勾了就行。现在五帝国升级上三变异，三变异上哪个呢？上蒙多是吧？现在没回血，但我不需要回血。古代档案，兄弟们，来个文章之书，升级上个蒙多，把这个换了。刀锋先用着。我这大虫子为什么还是一星啊？一星的大虫子这么大，开呀！不是说让我打一回合再开吗？我们先上个变异啊，看看能开出来啥。打个野怪。哎呀，先给个二星大虫子吧，行不行？大虫子升个二行不？格斗家、狙神、学者、帝国，又开个帝国，再来个帝国。再来个帝国给谁呀？我先给你拿着吧，先。过载了，兄弟！过载了，过载了！
碎他们，撕碎他们！我可以闻到你身上的死亡气息。生必可守，帝国高于一切，最好的防守是我。什么时候开杀？随便给吧，我现在已经有点过载了。哎呀，已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玩了。我觉得沙米拉没必要升三，你们觉得呢？乌鸦卖了呀。等我脑袋先考虑一下，我先想一下子。这个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啊，乌鸦不要哈，乌鸦不要。应该先吃谁呢？乌鸦不要这个。这个升级上五变异是不是？升级上五变异，差个嘛的。这个不要。那这都不要了，这都不要了，那还升个屁呀？这就升级五变异就完事了，别墨迹，别墨迹，没什么好墨迹的。这滚蛋了，不要。哎，我又给了我一个帝国。被他们拿走了。龙刀春哥，我要蓝 buff 吧。先挂个猫是吧？卡萨丁圣盾，圣盾。不是特别重要吗？这不能提供一个小空子吗？飞！炸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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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！往下！对不起，一星卡莎，帝国变异加斩杀。无敌了，有个沙口，沙口我们防着点。这小子也是帝国变异啊！哎呦啊，哎呀，他也是帝国变异，他跟我们一样哎，但是他没有卡莎，
那你属实是一人吗？你没有卡莎，你玩个大爸爸。完了，他这个马尔扎哈有点厉害，啥也不是，臭弟弟一个，啥也不是，整个一地，整个就那一个弟弟，小弟弟，啥也不是，还人人为我呢，还人人为我呢，我都没有人人为我，我告诉你，我来个人人为我。输了拉，嗯，输了拉，赢了就先不拉了，输一轮再拉。挺好，我就是想让我的卡莎远离他这个威克斯。这也打不动啊，妖德尔人太幼了。二星卡莎吧，你在这地你妈呢？不是我，这不这地马尔扎哈吗？那我不地马尔扎哈，我地啥？肯定得递个马尔扎哈呀，你说是不是？别骂人啊，骂人呢怎么？而且咱这不是递卡莎的吗？那没有卡莎，那你咋整？蒙多不要了，这蒙多没啥用。猫不要了，那没位置上咋上啊？得上蚂蚱。完了，我啥也不是。还真就没啥能用的东西，给他清雨啊。敌人神是谁呢？跟着我的声音。盖二了，兄弟呀、啊、我来给他们带来苦难。我操，十滴血！
正好给卡萨加个大虫子。哎呦，我操你妹了！我这……那我能卖啥呢？我没东西卖呀。我把卡萨卖了。我把卡萨卖了，这真是服了呀！有可能这是我的最后一轮了，没办法。卡莎呢？那卡莎不二玩个屁呀，哥呀！那升九卡莎递不着二，你说这……哎呀，我是真是服。让同行给我送走了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哎，还正好十点血，你看着吗？没办法，累。